前面封路了，被水淹了，这咋办呢？前面有辆奔驰被水淹了，看看这谁哇！Tissington 是位于英国中部德比郡的一个美丽村庄。Tissington 庄园是这个村庄最显眼的建筑。该庄园自1465年以来都是菲兹赫伯特家族的私有财产。这座豪宅同时也是一栋二级保护建筑。圣玛丽教堂是另一个你不能错过的景点。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，并且在1854年得以修复，在教堂的北侧增加了新的过道。村庄最让人熟知的就是一年一度的 Well Dressing Day 水井装饰日。Children's Day 在每年的五月份，估计有50000人访问该村庄参加这个节日。这里一共有6口井。在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当中，人们会用花瓣等有机材料来装饰所有的水井。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348年，因为该村庄摆脱了当时欧洲黑死病的入侵，村民们将其归因于水井里的优质水质。装饰的图案通常是反映当前的事件以及周年纪念的圣经主题。非常遗憾，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，今年的水井装饰日活动取消了。路边看到这样一个小的石头房子，大家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用的？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公交站台，呵呵，它这个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就这口井的形状就像一个棺材一样，所以就叫棺材井。